大家好，我是小刚，今天夜晚又带着我的套房晒神器到田边来逛房子，这边就发现一个洞。什么？看清楚没有，大家？有小伙伴说，我这个套黄鳝的工具还没有夹黄鳝的夹子好用。那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你夹黄鳝的夹子可以夹到洞里面的黄鳝吗？如果不能，请看一下我这个套子是怎样将黄鳝从洞里抓出来的。上货又上一条，哇塞，真过瘾呀！呀，今天第一条收获，必须上货。夹黄鳝的夹子只能夹露出水面的黄鳝，而我这个套子不一样，它可以套在洞里面的黄鳝。总体来说的话，各有所长吧，也不能说夹子没有这个套鳝神器好用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。第三条黄鳝很过瘾，哇，继续再搞吧。这里的话有一个洞，不知道有没有货。咦，有货有货。这条也可以。这条也是筷子货，这边的话就发现一条大货，看到没有？这条的话应该比较大。呀，这条可以。呀，这条差不多一两应该有吧。啊，这条可以，大子母粗。这种大子母粗的黄鳝的话最好吃了。啊，大子母一样粗，一两左右，可以可以。
今天的收获还可以，就套了七八条黄鳝吧，估计还没有，差不多也是一斤吧，一斤多一点点。现在已经回家了，我还是用这个套黄鳝神器抓的。